大家嚟到電影學會珠海電影計劃呈現嘅末日派對電影分享會啦。今日好高興邀請到兩位嘉賓啦，包括房安導演，大家好，泰迪羅賓先生，我就係今日主持。如果兩位唔介意，我可以叫我做方便。係，咁喺同兩位傾偈之前啦，就簡單講翻少少末日派對嘅背景啦。因為在座啲同學都係未睇過嘅，咁而家簡單同你講下啲故事啦。故事主要圍繞一單嘅銀行劫案，講述五個唔同身份嘅都市人物啦，有憤世疾俗嘅青年啦，有退休教師啦，有銀行職員等等，一啲有可能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人際關係衝突，同埋一啲嘅社會問題。劇入面都反映咗唔少近期又或者近呢幾年嘅社會問題，比如每一個負能量嘅積聚，好似一個計時炸彈咁樣，隨時都會一觸即發。咁首先想問問兩位，當中廖子宇同埋鄭安琪分別都有大膽裸露嘅情節啦，分別交代咗佢哋同關楚耀同埋阿柯嘅關係。其實當時拍攝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咧？有冇提實？首先呢，如果是不是大部分同學仔都未看過這部電影呢？有沒有人看過先？如果有部分同學未看過的，其實你現在上不上網，我可以一個出題就結束。我這個，因為我想給一點概念，讓你知道是什麼戲先。因為從文字的聯想和影像的溝通的感覺是會兩回事的。如果假設你們是可以上網的話，就是基於你剛才的 question 的話，你其中一條片大家看看，那我再去談那樣東西，可能大家的感覺會強一點。最近我可以講就冇睇新，即係冇睇新呢個文化好肯定。嗱，咁我喺度搞住呢、這個電腦同時，我首先解釋翻嗰兩場戲咩戲先，因為如果你唔清楚兩場戲咩戲咧，這個問題都好難去答嘅。所謂有兩場，所謂同呢、這個即係情感有關係咧，第一個就係一個新人叫廖子瑜。佢是一個馬來西亞的新演員嚟嘅，咁佢同阿關楚耀咧有一個好啲咁多近乎接觸的親熱戲，同埋佢係由於呢個長戲之後有一個全 loop 嘅鏡頭，咁我陣間再咁依個係咩啊？嗱，我先睇翻預告片咧，即係阿 Kevin 阿 Fish 嗰個。其實我哋如果你有時間可以睇翻我哋 YouTube channel 咧，我哋除咗一條 thematic 嘅 trailer 咧，每一個 character 都會有一個介紹片俾佢嘅。首先我要解釋翻點解有一場咁嘅戲先。如果有睇套戲嘅兩位同學咧，就應該印象喺之前佢哋結識嘅時候，阿 Kevin 飾演依個自閉學生咧，佢收留咗呢個女仔，但係佢好清楚同佢割開一條界嘅，就話你唔可以入我間房，雖然我收留咗你。咁其實呢條界線咧，對呢個女仔嚟講咧，係一道閘嚟嘅嚇。咁呢個閘咧，佢依兩個人一路開始嘅相處，慢慢經過啲事，去到一個 moment， 即係我如果仲有睇，想有興趣睇嘅時候，我唔想揭嗰個故事啦嚇。佢有一刻，佢係好香好香，佢想揾一個人有個慰藉。咁由於呢個男仔之前已經生咗個閘，佢覺得，如果他要對方接受他的，他要完全打開自己先，所以呢他就有一個 nude scene，
去咗嗰個男仔間房裏邊，希望佢係接納佢。咁呢個係設計呢場戲嗰個原因。但係啱呢場戲有另外一個事發生，就係話個男主角拒絕咗佢。咁佢係一個打擊好傷心嘅情況下，再遇上另外一次相逢，所以佢係入咗廁所做咗一個行為。咁呢樣嘢就令到佢係順理成章地需要有一個比較大膽嘅演出。咁呢個係個層，係個設計上嗰個安排嚟嘅。咁套戲佢真係係佢第一次拍戲，但係佢係好勇敢地係接受呢一個咁樣嘅挑戰去演繹呢一場戲。咁啊，聽你有冇補充翻啲呢個 Fish Girl 嘅演唱？我哋試過cast 過40多個女仔，都係靚女，都係身材好好，同埋佢哋講即係佢哋演戲都 OK 嘅。咁但係的而且確香港女仔比較而佢睇劇本咧，佢哋都好中意，比較係正常嘅。好香港女仔比較保守，同埋唔係即係好難將自己入新人嘅話，我係一個演員，我就可以做出嚟。咁即係同外國啊，或者同日本啊，同中國大陸啊，或者台灣都有距離，估唔到嘅。好容易我哋好似好一個好世界性嘅都市，好好嘅城，但係好多時混淆咗嗰個所謂以為呢樣嘢係好即係好重要，其實真係好重要。但係如果真係做演員嘅話咧，好多時咧就會有必須要所謂犧牲嘅。佢就係會擸住嘅，咁同埋有啲演員佢哋本身亦都演技方面達唔到嘅。咁呢個女仔巴西亞嚟可能同埋佢自己人比較，佢其實佢成個男仔咁樣，佢係好並唔係低調，就唔係話好標青身材咁樣，而係咧係好自然，即係好 natural。佢都考慮咗好耐，因為佢嚟過香港，就會受我哋香港所有嘅唔同嘅思想影響或者係。佢擔心做咗之後會有啲問題，咁其實呢部戲係所以我哋係一部好正經嘅電影。如果你哋為呢本書去睇咧，就會失望嘅因為唔係佢真係好齊好，但係因為個戲係必須喺嗰個感覺嚟講，你係唔會有任何即係覺得係點樣嘅，你會覺得我係好正常咁樣有嗰場戲出現，同埋你會係覺得個女仔係好靚，即係好好做得好好，或者點講係好自然，係談翻一樣嘅啫。第一個戲係應該做啦，並係當然可以做三年幾年個背脊咯。咁又好似唔似係真實嘅喎，係嘛？即係個感覺係避忌忌忌嘅，而佢係喺一樣有過嘅，但係佢嗰個感覺就好真實，我覺得同埋喺試戲嘅時候，我哋唔會試嗰啲，只係講埋佢嘅徵求佢。到時你一定要有呢個咁跟，我哋先跟蹤幾個人，咁佢真係可以做得到係一個。對佢嚟講，因為大哥啊，對好多人嚟講，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佢係一個天生演員。我覺得女仔話想做演員，真係好，真係唔係但係又冇俾所謂人有好多正面嘅咁啊，又冇俾人鬧，咁你可以當我而家講緊嘅説話從來。好彩我做咗咁多年啦，大家都知我係一個啱人嘅佢招數嚟嘅。咁就我都話俾你聽，你有夠膽嘅話咧，會對你係一個。即係呢個挑戰係對你係一個好有好處嘅一個幫助，咁佢真係做唔到，我都估唔到。我諗住好多香港女仔都好難得，都見到啲人，佢嘅底線都係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完全著衫嘅？不過你知道外國啊、日本就係好多大明星好出名嘅，都係唔止，因為覺得佢自己係啲演員。咁但係新人嚟講，我都估唔到，我都估唔到，好 surprise。咁係咁。我純粹俾翻即係關於呢兩年輕人嘅一段短片大禮翻。呢個唔係個場，不過你可以聽到佢哋同佢交往。可唔可以熄燈？熄呢出面燈咁樣睇睇，冇氣氛。套戲個主題就係話每個人都一個炸彈。咁其實呢個年輕人咧就係一個即係年輕人好易跳嘅一個炸彈。咁所以我哋安排佢哋嗰場戲都係想反映到嗰個女仔嗰種即係失望時候嗰種。豁出去嗰種心態。
我哋做製作人比較嚴謹，所以對啲效果出嚟比較斟酌啲。雖然係一個網上比較 low res 嘅一個 video， 但係希望大家都睇清楚。但我見你用 cursor 好似去到四分鐘。好啊 ，OK， 試樣啦，靚啦少少，但其實質素就唔會有戲院嘅質素啦。角色嘅一啲安排同埋定位啦，
點解你會選擇銀行打劫做呢個故事嘅主線？感覺你好似有意將佔領銀行類比成香港而家討論嘅佔領中環嘅情況。但係戲中佔領行動其實最終都係唔成功嘅，其實係咪都係表達咗你對佔中嘅睇法咧？首先好高興咧，同學們有好大嘅聯想力，即係你哋諗呢啲問題咧，即係話你睇到戲嘅時候有思考。咁呢樣嘢係我哋睇戲需要做嘅嘢嚟嘅，而我呢套戲的而且確希望俾到一個空間觀眾入去諗嘅。咁但係呢個係咪我哋願意咧？咁其實就並非嗱，我哋想用一個銀行係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佢係一個金融制度縮影。咁如果我哋想用一樣嘢去代表香港咧，我覺得銀行一個金融制度一個縮影就可以概括咗去將我哋揀銀行打劫呢樣嘢。咁但係話啲人聚咗喺裏邊係咪有一個佔中嘅意味咧？坦白講，我嘅思維係冇呢樣嘢嘅。但係觀眾睇嘅時候，佢有呢個空間，我覺得冇所謂，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就係睇戲嗰個樂趣喺度。電影其實最好突然點樣嘢有聯想，我覺得就唔係話我哋講一啲道理嘅，或者我哋係話俾聽件事係點嘅，是非黑白好多時靠自己去分辨嘅嘛。喺我從導演度劇本嘅時候咧，我就好覺得銀行過癮嘅地方就係、是、我可以當佢係一個香港縮影咯。咁成件事發生喺銀行裏面。嗰啲人物行行都係表面上咧睇出現嘅時候，你覺得佢係好完美的全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在座咁多位甚至咧我仔，其實個個古仔都係精彩嘅，應該都係有佢嘅得意嘅地方或者點樣。咁我哋就只不過揀咗喺嗰個銀行結案裏面嘅五六個人，佢哋嘅故事，原來佢後面就係發現嗰五六個人千絲萬縷地，你都有啲關係。大家拉拉楞楞，我就佢 A 同 B 係有關係 ，B 同 C 或者楞楞楞好多 reset 得翻嚟咁啊，咁嘅時候變咗好多地方可以比較 interesting 啲，得意啲咯，或者點講係嘛？咁仲有一個感覺就係戲裏邊嘅炸彈，佢個目的就係想用炸彈去炸間銀行，其實佢自己有兩個角度，一個角度係其實佢係貪錢嘅，佢想去搶錢，但係佢唔係想傷人。佢嚇人，但係佢最主要係點樣 make a statement， 佢有個宣言，即係佢其實好聰明，佢一個碩士生，佢想做嘅嘢係揸個銀行嚟向個社會話俾社會聽，就話金融制度而家係已經係進入一個唔值得存在嘅一個制度，但係呢樣嘢得個講字嘅。資本主義裏面嚟講，金融制度係不斷咁樣發生問題，不斷咁樣令到好多人受害，係冇得喐。暫時真係暫時，如果有反思嘅話，大家都可以係將呢個問題做個反思嘅，太深奧啦可以講。你問我哋都唔知點解會咁嘅，但係雷曼事件過去咗，但係好明顯地講就話未來一定會再發生。雷曼事件嘅重演係應該都好快嘅。如果大家對呢樣嘢有少少研究嘅話，但自己試過，個個都覺得會影響到自己，係其實係好大件事嘅，係會影響到自己。金融制度本身係一個好都幾荒謬嘅一個可以買一個遊戲啦，或者咁講，其實係戲裏面嚟講就係嗰個年輕人，佢想炸銀行，就想 make a statement 係嘛？人哋都想話佢嘅計劃只不過係咁講，佢諗住啊三廿分鐘我就搞掂啦，五分鐘之內我就攞到啲錢啦，就趕走曬啲人，混亂之中乘機逃走啦嘛。撤出咗嚟之後，得翻個空殼嘅時候，佢先至炸銀行。呢個係佢嘅計劃。但計劃成唔成功呢？咁如果有好多朋友未睇過，我哋講啦。但問題就係佢真的而且確，佢唔係一個，佢唔係一個想傷害人嘅一個所謂一個人物或者一個情況。呢個搞錯，的確係有個線波嚟想擺喺銀行度嘅。咁但係只不過想話，呢個就係一個金融社會嘅縮影，佢裏面有好多問題存在，就冇制，冇中意呢樣嘢，我哋就去刻意去將佢融埋一齊。你哋可以攞嚟聯想，我覺得幾好啊！可以代表個世界，即係其實個制度就個制度就根本已經係全世界都係啊！咁講你話佢嘅角度係啦，即係嗰個年輕人嘅角度係啦，佢以為佢要炸個制度，佢想炸個制度，可能嘅事，但係佢想做呢件事嚟俾人睇，佢想話俾人聽，我要炸金融制度，佢正講嘅 ，I want to screw the financial system， 即係咁講嘅啫，又或者佢成個感覺係，即係呢個係個戲嘅。塑造呢個角色嘅感覺嚟嘅，但事實上點樣先會做得到呢個係可能係只不過因為呢個表現。喺呢邊我有個角色嘅，
個個先其實同佢義工同工嘅，啱啱相反，一個好自殘嘅一個老人家，因為佢已經死路一條啦，轉路嚟啦，所以佢一樣係 make statement， 佢嘅宣言，我嘅宣言就會係更加另外一個角度好勁。係，咁兩位都講咗唔少嗰個故事主線裏面嘅內容啦。咁我都想問下黃安導演一啲嘅問題嘅。咁知道導演喺廣告界有副姓名啦，咁曾經喺嶺大讀過文學歷史，然之後其後就赴美深造電影學啦。咁點解會有呢個轉變咧？咁當時呢個環境容唔容許有呢個轉變？即係你講廣告轉去電影？係啦，廣告界轉去電影。嗱，我整咗你嘅主修係乜嘢啊？即係如果你哋個主修係電影嘅，我相信你哋最終都希望拍電影嘅。咁我行嘅路就比較奇怪啲，即係我開始讀電影，但係我就會拍廣告先。因為我覺得拍電影，如果你係有嘢想講咧，你個人生個閲歷要夠先。咁我就先做完廣告我。咁但係當我開始想搞呢套戲嘅時候咧，咁其實都要一步一步，即係由冇至有去搞出嚟咧，都要花好多時間、心力同埋堅持先做到嘅。咁呢樣嘢係唔容易嘅。不過即係作為如果你想做一樣嘢，你要做嘅就即係盡量付出去做咯。咁呢個係實際條件，當然會拍廣告好，係唔成正比嘅。咁但係而家又如果你想做，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咁多年青朋友當然係中意電影先至會讀選呢個科啦。不過我請一潑冷水啊，唔好意思，係嘛？電影行係好難入嘅，係好辛苦，辛苦先至可以快啲達到你嘅理想或者你嘅夢想，係嘛？咁就係導演佢係一個例子，一個成功嘅例子，或者叫做係點拍到部戲嘅，只單開咗頭啦。咁我亦都咁多年喺電影界咁好似好熟悉，點講啊？好涼薄，即係講話，即係講下都好冷啊！佢哋啲冷水咧。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因為個行業係好多人覺得好 fascinating， 好好好五味好好玩嘅。咁其實佢得意嘅地方就係喺導演嗰，其實要有你要係真係經歷過好多睇落嘅，先至能夠，仲要係好點啊？應該好專注、好堅持，然後先至可以有少少機會。咁所以我判你唔識咧，咁可能有少少機會。即係你個火燒到咁鹹嘅話，咁你需要一段時間先到點樣啊？再前一個例子，導演呢個例子就係咧，佢拍咗十幾年廣告啦。佢嘅 technical 嘅嘢，佢已經係熟到不得了。但技術學到好好嘅時候，你唔識講故仔都係好好嘅。聽人嘅故仔係好簡單嘅。睇部戲差唔多，因為電影係冇我都認為冇一部電影係完美嘅，好睇好多部睇好嘅，但係佢唔完美嘅。但係完美就係我哋追求下一步嗰個目標嚟嘅。如果真係入到行嘅話，但係我講唔到千絲萬縷嘅困難俾你聽，但係我係話俾你聽，呢係一條好艱苦、好艱苦嘅路。導演都係行出咗第一步，佢拍咗一部長片出嚟啦，亦都可以話延遲嘅，係嘛？即係佢嘅志向或者佢嘅夢想開始實現。咁我亦都喺呢度覺得導演係會繼續努力，如果繼續努力嘅話，佢係會繼續拍到好嘅電影出嚟嘅。喺呢度我都講一句説話，即係真係講導演佢好努力，好認真，好落實，係嘛？咁就我都係咁希望在座嘅同學都能夠有咁行嘅火，即係如果冇呢個呢條火嘅話，我就放棄啦。或者你唔放棄都好啦，或者有好多方向嘅，其實唔係一定係要做導演嘅呢個事實嘅。但個個都係諗住要做導演啊嘛，多數嘅人係咪？電影其實有好多崗位，如果你有其他嘅崗位，你係中意呢個行業嘅啦，我想做攝影師啊，咁你咪要專鬥攝影嘅好咩力量嘅，跟住但其實你都要知道全件事係點樣。一翻學到嗰幾年書係完全可能會係應付得嚟嘅，唔好意思，冇咗冷水。咁頭先喺上面陸永生嗰度都有問過啦，咁兩位甚至可以用到一班嘅歌手同埋新進嘅演員，咁你覺得佢哋嘅表現如何？
咁監製同導演之間有冇試過發生啲好大嘅衝突，爭持不下嘅？簡單講就係我開始，因為導演我大家想明咧，我喺行業度落嚟啲咧，我就係冇心，好意思，點解會揀下就變咗揀下啲歌手？可能因為我以前係歌手，對佢哋會有少少特別嘅處都唔明嘅。啊，好快你個腦裏會覺得啊 ，K 好適合呢個角色，就介紹俾導演。或者其實我有介紹俾導演都唔要嘅，嗰啲唔講啦，係咪？就話咧，但嗰啲有啲我就有啲我都介紹意思又唔太容易，我意思講。然後跟住我先要走去排練，我同阿 K 唔熟嘅，但我中意佢唱歌就因為唱得好，我成日覺得好嘅歌手係可以識得將感情帶入歌曲裏面嘅。假如佢自己肯放下身段，當自己係偶像歌手。做戲嘅時候全程投入嗰個角色嘅話咧，佢係會成功機會大好多。比較一個話係演員，但係淨係識做嘅意思就做係做出嚟嗰種，咁就變咗嗰個投入嗰個感情唔夠咧，反而就冇咁持續。咁我導演都係大家都有同樣取向，就係個演員一定要好自然。咁同演員相處咧，我就掟個波俾導演啦。其實所有演員咧，佢哋都好中意嘅角色。咁所以佢哋之前好投入去傾去做，咁呢樣嘢係成個拍攝氣氛都好嘅，咁出嚟個效果我都好滿意。咁但係就如果觀眾未睇，調翻轉就可以入去睇下佢哋，即係放低咗做歌手嗰個角色之後，點樣去入咗戲做翻戲裏面嗰個人物咧？咁就留翻觀眾去睇啦。好，咁都繼續問下何光導演啦。咁知道喺香港拍片咧係一件好困難嘅事情。咁你都試過喺一啲訪問中透露你拍攝上遇到一啲嘅實際嘅條件上嘅限制啦。咁由你以前攝影指導到2011年嘅微電影執導啦，直至到今年嘅無人派對導演啦。咁你覺得當中嘅準備功夫同埋製作嘅規劃差別在哪嘅？即係微電影同埋實際上嘅電影。首先講到微電影同埋真正電影係三樣好唔同嘅嘢嚟嘅，講緊係30秒，跟住係可能10-20分鐘，最多咩15-30分鐘，去到而家90幾分鐘。咁最主要就係嗰個拍攝嗰個資源嗰個分佈同埋嗰個製作嗰個形式會好唔同。廣告就係一日可能拍30秒嘢，咁你但係你講你去到拍電影嘅時候。你就要一日可能要拍幾分鐘嘅，你先搞掂嘅。我哋成個製作個部件裏面嘅23日嘅人，我哋嘅工作就要喺呢個條件下去搞掂佢。還好就係話，由於我之前已經好多唔同嘅類型都拍過，就係話喺製作上嗰個經驗係令到我都可以操控嗰件事，即係話我哋預期一場都冇啦，然之後完成曬成個工序。不過咧，中間涉及嗰個編排就要好準確啦。而你頭先所講就話，點解我之前先幫一套場面做攝影指導，再去拍啲 drama， 都係等我可以由一個拍廣告嘅 pacing 轉翻去拍電影個 pacing。咁一樣即係話 rehearsal 你有都好，你個拍攝個節奏你都要 catch up 到，你先可以喺嗰咁短時間之內完成。呢個係我要去一步一步適應，但係還好就係經驗上令到我好快可以入到去咯。好，咁繼續問兩位啦，都係一啲故事劇情入面有關嘅。我想問下，其中片中都有不斷提過特首下台嘅，但係成套戲都未見過特首嘅蹤影。咁其實都係咪一個刻意安排嘅設定？我哋冇啊，我哋唔雖然嗰個好似好幾政治化嘅電影，但係你睇到我哋嘅立場，並唔係話指定一定點嘅樣。但係香港本身嘅佢哋係好重。咁我哋坦白二夜晚嘅時候，你唔知有冇注意到？張國強嘅角色咧，其實都幾似特首，個形象咁講，個故事嘅內容咧同特首好關。咁之後我哋都想講，就話點解有少玩下啲嘢嘅感覺啦。咁我哋坦白二夜導演都有提過，就話喂，你可以將因為個角色 K K 都幾有嗰個政治人物嘅 feel 啊，幾型啊，佢特首好型啊，覺得。只不過係我哋唔中意佢哋施政嘅方式或者用好 personal 嘅啲嘢啦。咁但係如果貪得意嘅話，又係我哋嗰個下手就係，我哋係有少少玩翻啲特首嘅，但係我哋唔係話而係呢個要政治嘅一個有企得好硬嘅政治立場，一定要得下台。咁我只覺得就算係都係我哋嘅潛意識嚟嘅，我哋唔會喺個戲裏邊去攞佢出嚟，就係真係好似要淨化嘅，冇呢個期望，同埋希望你哋有個反思就係香港嘅出路係點樣樣。
好似覺得香港嘅尤其是對年青一代，好似係好公平。呢個大家都聽到過啦，我都覺得係，因為而家我哋越來越即係越來越係要慢慢要係俾話一定，因為不停咁樣個先進光環光將對我哋嘅舊香港係越來越存在，要係事實嘅咁樣，係嘛？啊，冇辦法一定要去改嘅，佢改變個政制就好啦，冇乜所謂。亦都係一個光年嚟嘅，即係香港仲有呢個自由，好幸運地為你咁講，我可以講，可以開聲講自己嘅感覺，係用電影去表達我哋嘅即係心裏邊嘅説話嘅感覺。其實冇一個好堅定嘅立場想要一定要特首落台，我哋係中意佢施政方向嘅大型嘅，我喜歡呢個人物上到嚟，就可能因為我哋係主創嘢，會有少少抗議，俾你見到呢個感覺。佢招牌係真實噶嘛，七一遊行係真噶嘛，啲全部都係真嘢嚟噶嘛，我哋又唔係應佢主題嘅，立住呢啲香港嘅環境嘅，呢個係事實嚟嘅。或者可以俾個我哋條主題傾下嘅先，咁我再講我哋其實想講咩，特別非洲嘅特首嚟。生命中的壓力，變咗好似每個人都炸彈咁樣。咁其實咧，呢啲社會問題咧，唔係由一個人形成嘅，所以我哋唔會特別針對特首。呢個係成個社會唔同界別都即係 interact 之下產生嘅啲問題嚟嘅。咁我哋就覺得我哋冇需要特別去針對某一個人。咁但係你見到話哦下台，甚至乎呢兩粒字都我喺劇本上面。是冇寫過落去嘅。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就係當你拍攝嘅時候，嗰啲演員自己 create 出嚟，我哋就用咗打咗落去。換句説話講咧，呢啲就係班叫臨時演員，可能自己心裏邊想講嘅一啲嘢，我就好真實地打咗落去。劇本上我哋冇刻意去針對任何人。咁嗰套戲，你見我哋都冇將佢嘅畫面打落去，就話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有不同環節、不同層面產生，並非一個人的問題。但如果你真的留心看這部戲，特首是有出現過的，在某個電視裏面，我們亦都不是刻意拍到的，在我們打一場戲的時候，後面的電視機突然可能有半秒鐘出現了，大家沒有留意。我想問一下教授羅賓，作為一個資深的電影製作人，你會唔會對你覺得何安導演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導演？係嗰啲係好自由啊，俾啲演員自己發揮啊，定係何安導演自己本身有一個構思，然之後再俾演員去做佢指引呢個角色咧？我答你，係。
你對何安導演嘅感覺係如何？即係同相處之前嗰個電影就講。其實導演好難去定一個形容嘅。我自己覺得好嘅導演佢係有好多即係佢將佢拍啲比較現實啲嘅嘢，我覺得會暫時我覺得係適合佢啦。同埋佢一開始同我傾嘅時候，佢嘅題材同我即係大家傾到嘅嘢咧，因為想將香港現在2013又好2012又好嘅現狀。想呈現翻出嚟喺嗰個電影度啦。假如個電影真係能夠成功嘅，或者能夠流傳落嚟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歷史價值嚟嘅，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導演好有吉事啦。咁以後佢會可能拍好唔同嘅嘢嘅，因為每個導演都中意嘗試唔同嘅方向、唔同嘅嘢啊嘛。譬如話導演擔任主導嘅啦，演員同佢配合都好，亦都係所有嘢我哋話電影就係 director's film， 即係電影係導演嘅。作為一個監製先。好大，係我有權去請邊個導演，但都影片拍出嚟嘅時候，其實係導演代表咗佢，所以如果我揀得呢個導演嘅話，我就覺得佢係能夠勝任，能夠將我哋拍出嚟好。雖然世界上嘅電影都唔完美㗎啦，但佢能夠盡到佢嘅力量，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樣嘅預算啊，咁樣嘅演員啊，佢能夠做到佢嘅最好，咁就可以覺得好成功㗎啦。咁演員嗰個權威都係應該交俾佢嚟解釋，佢同演員合作，佢都要講過。我會加啲演員，有時有自己發揮咧。基本上，我係頭先我突然答咗你，因為我有好短時間。我係之前係我花時間同佢哋溝通劇本，但係臨場嘅時候咧，佢哋基本上已經做到我哋想要嘅嘢。咁我亦都唔需要喺個現場度做好多啲猜度啊、排練啊咁樣啊。咁根本就～我反而就係我要執生地，當佢哋試嘅時候，我哋要喺好短時間決定嗰場戲用咩 angle 可以 cover 咗佢。咁呢樣嘢我就都幾互動嘅嚇。咁但係我先俾咗 guideline， 之後由佢哋去演繹我做嘅。我今次唔係咁樣。我同導演嘅溝通咧，其實咧都係用得普通下就係溝到嘅，係兩三年前導演開始揾用呢個劇本，咁要只用咗一年嘅時間。咁然後一樣到同我合作嘅時候咧，我又令到佢花多咗一年嘅時間，喺未拍攝之前用多咗一年嘅時間，佢將成個劇本再調整過到大家都覺得舒服，先至開始進入配角得場，即係準備功夫。所以都一部片得本身我都難產嘅，生咗出嚟嘅時候咧，就出咗嚟咧之後咧就係佢條命就係都做到嗰部戲㗎啦。但係而家我哋叫做合作生都容易啲。我想問咧，群戲嗰度點拍？因為我知道群戲咧都係比較麻煩啲啊。好多時你都控制好多人，咁你一 roll 機，你已經用上好多時間。咁嗰個位係點樣控制嗰班臨機同嗰班演員配合得？嗱，首先最大群戲有兩方面啦，一就係啲遊行示威抗爭嗰啲嘢啦。咁呢啲錯誤咧反而唔難，因為你俾咗一個信息。前排嗰幾個資深啲嘅合作下頭咧，佢哋自然就會 motivate 佢哋後面嗰扎人去做噶啦。咁呢樣嘢，即係你俾好清楚嘅信息，佢又會有一陣人感染到另外扎人。咁嗰啲群氣咧，反而好難處理。難處理咧，就係話啲文嘅群氣，即係話要有講劇情喺銀行裏邊交到每個人啲反應啊、戲嘅交流啊，嗰啲群嘅文氣咧。就反而去難啲，咁問題就係話，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咧，資深演員有幾個好好嘅，譬如阿 Jenny 啊、阿 KK 啊、陳美琪啊，呢啲已經係非常好練嘅演員，佢哋已經駕輕就熟。咁其他就算阿浩龍本身，佢喺之前佢做好多心理準備嘅，佢會好迎合到角色。咁如果你話另外幾位歌手演員，佢哋由於中意呢個劇本，佢哋之前花咗心機落去。咁變咗咧，每個人入場已經喺個狀態 ready 咗先。咁跟住就係技術問題啦。技術問題就係機位點做，人嘅走位點做。嗰啲配合咧，就嗱，我哋通常咧就俾演員自己用佢最舒服嘅方法試一次。當每個人入咗個角色，佢自然就喺戲裏邊做翻嗰樣嘢。咁我同攝影師就要提啦，即係話如果佢哋覺得咁樣做係最自然舒服。是表達到佢個戲嘅狀態嘅，我哋 camera 點樣行咧嚇？咁我就會去再去捕捉嗰樣嘢。又或者調翻轉，如果你哋有睇到戲嘅話，
有一啲 shot 係特別設計嘅，因為我哋想做啲即係好實感嘅 steadicam shot， 一個人打兩個大。如果係一啲我哋以機器行先，即係話以設計行先嘅戲咧，我就要演員就話啦。嗰啲即係話，如果我 plan 咗我嗰個場面嘅處理要咁樣去先有壓迫力嘅，我就要觀，我就要演員就我啲走位啊、action 啊，去到邊度講乜嘢，咁嗰啲就要排啦。咁呢樣嘢就話，好視乎你個場戲係想把演員嗰個自由發揮，定還是你有一個好重嘅所謂攝影設計就去做。咁呢樣唔同做法有唔同處理方法咯。係咁，由觀察所得啦，都繼續問下教授同先生。咁由《東風破》《奇幻夜》至到《魅力派對》呢三套戲入面嘅角色，都不斷形容同死亡有直接同埋間接嘅關係。角色嘅性格都係比較陰沉，想問下喺角色選擇上面，你係咪刻意去挑選，諗住喺觀眾喺角色上面揾到你嘅影子咧，定係咁啱選角上覺得合適而接拍咧？都係活動嘅。我有選擇權，因為我唔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我喺電影嘅崗位，我從來冇將自己個擺定位係一個演員。從來我都係中意做，我中意做網絡多過幕前。咁但係就可能又有選好多導演就中意我做戲喎，好得意，佢哋會碎我做戲。你話打擂台又係碎咗我三次，咁我但係因為我之前我推俾一個劇本，我覺得麻麻地，唔係呢個。原裝嘅劇本，我個角色係好少戲，好少戲，而家雖然都唔多，不過啲有得發揮。咁啊，然後東風破又係導演，嗰個我冇推過翻，因為啱拍緊打龍嘅單排，有啲戲人其實拍做戲都會有人嘅。啊，覺得我掌握個角色都唔錯喎，於是突然間聽導演再嚟揾我，我哋冇嘢係覺得幾好啊，呢個角色都有得發揮喎。咁我又接咗佢，但我就冇諗同生死無關。但係咁巧，佢哋所有嘅選擇我嘅劇本，包括而家港導演呢、這個，都係同港導演suggest 俾我，叫我喂呢、這個角色其實你可以考慮做一個係可以話係量身訂做啲，就設計一個，因為之前有另外一個角色係唔係我咁樣嘅形象，亦都唔係我咁樣嘅年紀嘅，但係咧就導演就好想揾張家輝。就講啦，咁但係一件個問題，我知道嗰個時間，即係而家都知啦，大家都上到啦。喺一段時間揾佢咧，一嚟我哋個 budget 係 afford 唔到，另外就係佢嘅時間我知道係我哋要就嘅話都唔會，可能今冇話今次出嚟，可能而家其他人嚇，我唔知道。咁而家就變咗我哋再諗其他嘅，咁然後先導演先諗到，不如呢個角色絕都係一個紅數社會嘅一個邊緣人物，係嘛？一個可以話黐線佬。咁我而家就係做一個黐咗線嘅老人家，不過就係一個退休教師，同之前嗰個黐線佬有啲唔同，咁啊變咗另外一個人出現咗。咁其實咁少三個角色頭先講，都好似同死亡有關。咁但係呢樣嘢就唔完全唔係喺之前考慮之內嘅。我本人嚟講亦都咁就係咁係，我都對死亡呢個 issue 係有好有即係我都唔係淨係我咯，所有人都會知道呢樣嘢係避忌得你係唔能夠面對嘅嘢嚟㗎啦。咁但係呢個 case 裏面嚟講唔係嘅，我只係覺得嗰個角色有得發揮，又應該幾好玩嘅，咁我就接咗佢啦。咁個橋啱得唔橋嘅啫，要係。可以睇睇阿 Tammy 嗰套戲嗰個。係，都可以睇睇他的講法。我覺得不如我哋用只一個方法，就係前面三分二我都冇
冇講到點啊，一句點啊都冇講過啊。咁啊，導演同我哋大家一齊研究點樣樣去處理呢個咁嘅角色。咁後面都啲戲都幾重，即係其實咁多個角色都好重嘅。咁我都係運氣唔係好多，不過都一個好重嘅角色。好多謝呢個機會，作為一個演員都係好好嘅考驗自己同埋係有得發揮。多謝。係咁，泰力王除咗演員嘅身份之外啦，由野良犬到而家嘅末日派對，咁都已經係你第二次做監製喎。相信尤其喺今日香港，都唔少人問到香港人好多次要去監製。咁尤其係今日香港啦，唔少人問到香港電影業係一潭死水，甚至認為係一個夕陽嘅工業啊。身為香港嘅電影人，可唔可以講下你七十年代嘅時期香港電影業同埋而家電影業？嘅差別在於邊個難度又會係喺邊度咧？哇！呢個題目可以講成日嘅。咁我點解仲縮佢先？第一件事就我想話俾你聽，我唔即係認幾幾年咩？啊，我呢部唔係我第二部監製。你太後生，係你太年輕啦。我監製過廿幾部戲嘅，我經驗好夠嘅，好夠。但係其實點解轉頭最難嘅地方發生咗啦？而家我咧就唔想做監製。即係如果唔係香港電影嘅話，香港電影我都仲夠膽。因為我哋嘅製作人仲喺香港，但係而家大部分嘅電影人都北上，因為我哋冇咗個市場，我哋冇咗你哋嘅支持，連香港嘅觀眾都好少支持香港電影，同埋香港電影係面對好大嘅問題，就係電影係要金錢去製作，同埋好大嘅錢係以百萬做單位，即係講緊最少，我最少都係500,000到最底嘅底妝，拍出嚟嘅影都覺得好冇嘢睇，通常。400,000嘅戲，你都唔好話望，你都唔會望。你有你嘅頻道就長嘅，即係因為電影都係年輕人嘅，睇戲都係年輕人。咁而家我唔使講俾你哋聽，你哋自己都會知道。而家最大嘅困難就係年輕人睇戲一定係揀大製作，或者佢哋覺得係大明星，或者係即係好似因為都一樣係攞咁多錢出嚟睇啫嘛，係咪？即係佢衡量嗰個利益，另外班人嚟講，但係見到我哋香港嘅電影就越來越少支持，都係事實。以前係好唔一樣，你話呢個七十年代我未拍戲，我應該係79年，即係七十年代尾，我先至開始監製第一部戲。頭先你講就係《點子兵兵》，咁《點子兵兵》嗰陣時係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時間，好得意喎。呢個世界係有急單嘅，我好希望今次或者而家現今嘅電影係一個起步就冇定嘅，咁你哋就冇定嘅，尤其是你哋係電影個電影嘅，咁你機會好大。嗰陣時我夠嘅就係我行咗入電影界第一部戲。就係啱啱嚟香港電影最低潮，低潮原來低處未算低嘅，最低潮嘅時候，我喺盲東中同啲朋友仔嗰時咧可能而家你哋都有可能可以用呢個工具嚟去參考嘅。我係喺完全唔識電影嘅情況之下，好似你哋一樣，淨係中意睇電影同埋自己自修攞啲書嚟到研究，自己覺得自己嘅對電影嘅感覺好強烈，同埋好有信心，如果俾我有機會拍咧，我就會拍到好正嘅戲啦。咁而困埋一啲好勁嘅，同我一樣咁有火嘅電影人一紮啊，一紮就係大家各展所長拍咗《電視兵兵》。《電視兵兵》當年如果用數字嚟講，就只不過係70多萬嘅製作，但係而家嚟講應該就等於700多萬啊！即係當時嘅製作70多萬已經十倍到啦，而家同嗰陣時嗰年代。咁但係咧就我收入咧，即係個票房好犀利。同埋撞直接食中咗香港年輕人嘅，即係嗰個電影觀眾嘅心啊！380萬嘅票房係嘛，70萬嘅製作，淨係幫香港一個地方已經賺錢，已經賺好多錢，係賺俾老闆，唔係賺俾自己啊！咁我哋打工嘅問題啦。咁嗰個係我第一部監製，到今時今日我呢一部暫時最近嘅一部監製，我哋拍咗800多萬，呢部戲800多萬㗎啦，咁差唔多嘅都幾相近下。咁當時。70多萬係我 over budget， 因為我認識嗰個電影公司嘅，出得260萬就可以收工嘅，拍得770多萬。但而家啲錢咧就唔係，因為我哋可以800多萬，我哋就跟足800多萬。原本嘅預算係800多萬，就拍到足800多萬。咁就因為經驗幫咗我，我識得揾幫到我嘅工作人員，所以有揀嘅人都係會配合到或者令到導演同佢哋合作得到嘅。雖然中間一定有摩擦嘅。但係就能夠控制得到個 budget 同埋控制得到嘅創作時間。咁過去你講邊個辛苦啲啊？咁就係好似係電視嘅變身嗰啲，
即係嗰陣時，因為乜都唔識。但係結果咧，盲中中咁樣嗰個創造，但係即係之前我係經歷過好長嘅時間對電影嘅確認。嗱，我拍過八米喺七十年代初，但係八米嗰啲係唔係公開放映嘅，係八年米嘅，即係好細個 frame 嘅影片嚟。同一個導演，我同佢教我點樣玩八米嘅一個年輕人。當年佢應該係16、17歲嘅啫，就係張國榮導演，係姓文章嘅章。咁佢有一個天才，我覺得，我係跟佢學嘢，就同佢跟住咧，就連70年代頭到70年代尾，相隔大約9年嘅時間。嗰段時間大家都努力喺電影中間喺度喺即係向電影想拍電影嗰個道路行，都行咗9年，然後先至有第一個機會拍電視劇。所以嗰個時候我覺得仲困難嘅，而家因為佢有咗20幾年嘅經驗，又有咁嘅 reputation。咁我見到我如果有一個好嘅劇，一個好好嘅方向嘅話咧，又有導演肯努力去做呢件事嘅話，就比較嗰陣時容易咗少少。係，咁時間都差唔多，咁我哋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咁台下嘅同學可以自由發問嘅，有冇同學想問問題？我想問咧，你最尾有線咧，係有啲錢喺度飛，嗰個線咧係咪？你係想象徵住每部電影，其實人都係企掛住啲錢。記掛就唔係啦，只不過呢個係問題嘅根源。這個對我嚟講，我以前就話呢個係一個問題嘅根源。咁呢個問題根源就即係如果你睇套戲就話佢嗰一生就喺曬嗰度啦嘛。咁即係話呢個係可呢個張錢就可能等於好多人嘅生命嘅一樣嘢。咁但係你係即係佢係幾重咧？係好輕咁飛走咗。有陣時你睇到好重係你生命價值好緊要嘅嘢咧，咁呢個純粹個成功嚟嘅，你真係去諗嘅啫。咁啊，你個問題寫係 CT 定還是係實下咧？就兩樣都有嘅。喺地下嗰啲咧就真嘅，飛到上天嗰張假㗎。首先咧，剪戲就唔係因為要逆判演員個感受先嘅。咁首先就係話套戲想講啲咩要做到先。咁但係要做呢樣嘢咧，幾樣嘢要做到嘅。第一，你劇本寫嘅時候已經要寫得好啦，即係話你每個人點樣可以 connect 埋一齊，係緊湊一路帶落去睇，而每個人你係淨係打出嚟冇作用嘅，係可以一環扣一環，係每條線都好睇咧。咁要寫要做一樣嘢先。第二樣嘢就係個剪接啦，咁剪接就係話，如果係多線性嘅故仔，點樣可以將你擺埋一齊咧？咁呢個係一定要有啲剪接高手去搞嘅。我哋都花咗好長時間喺個 editing 度，因為咧，如果你有睇嗰個故仔，其實有好多個可能性嘅填埋，即係話你逐個人個故仔講完翻轉頭又得。你話我哋而家按照而家咁 linear 一齊去推又得。咁嗰個選擇性係又可以好多，但係我哋希望咧，重點就係話一環扣一環之餘，係可以將個故仔有個推進性。咁呢個係我哋今次想做目的嚇。咁而你見到嗰五條線咧，其實側重咗喺3至4條度啦，而其中有一條咧就係一個比較輔助性少少嘅。咁但係咧，你睇佢都會舒服嘅。你唔會覺得好似佢好似忽略咗咁樣，因為佢哋嘅出現咧係會帶到去劇情嘅發展嗰個推進係有幫助。咁或者即係呢啲咁複雜嘅結構位 ，editing 啊 ，editing 有冇特別嘅收穫？咁導演都差唔多解釋清楚啦，即係不過好多時咧，就導演拍嘅時候咧係好唔過意會拍長咗，即係會拍得多咗，因為佢會有多啲嘢令到佢潤色位咁樣，咁又會。
佢自己辛苦咗咯，即係佢跟住佢要自己睇下點樣吹翻佢更加靚啲，有啲要犧牲，有啲拍得唔錯嘅，有啲場合，但係如果你全部擺曬落去咧，就好似遇到你頭先講嘅問題，可能唔係舒服。反而氣氛重與少咧，自然嘅，因為本身劇本已經有重就有重嘅，就短跟長嗰啲唔會影響嗰個演員嗰個能力嘅。咁但係低劇咧係好嚇人嘅，所以佢個 editing 嘅時間佢已經係用咗好長時間。因為很多朋友仔都未睇過套戲嘅，如果未睇過套戲咧，就可以揀未睇有兩邊嘅。首先，睇咗嗰啲就可以填一邊啦。如果未睇就填另外一邊。我都想睇下而家你哋年輕人睇戲嗰個選擇性、嗰、那個取向啊，或者你哋嗰個資訊嗰、那個呢邊樣嘢對你哋夠唔夠大啲啊？咁麻煩你可以填翻俾我哋嘅，唔該。你又可以選擇兩樣嘅，而家未睇過，而家陳總未睇過先啦。每人派兩張，如果一定係底面嚟嘅，哦，底面嚟嘅，咪都派兩張意思咯。佢填咗一張先，然後跟住再睇完，睇完之後填第二張，即係寄兩一齊一次過寄兩張俾我哋。喂，係邊個講？係，因為而家先填咗之後，填咗未睇嘅，然後跟住咧就要睇咗之後，就填埋後面。睇咗之後，你就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去講你嘅 comment 就得㗎啦。但如果你未睇咧，我就想睇下你哋睇你嗰個 habit 習性係點樣。咁可以幫手啊，貼得俾我哋。咁如果有機會睇咗，隨時歡迎上網我哋講出你嘅 comment。亦都希望你哋鼓勵下我哋中意拍港產片嘅製作人，即係我哋咁，因為真係幾水深火熱嘅，而家係好少人。咁我已經知道，的而且確好多港產片係好亂，有啲係唔好睇嘅，好亂嘅，即係唔係好認真嘅嘢。咁但係係咯，即係我哋都需要好多支持。每個人可能都會面對一些人生的危機或者困難，咁但係我想將即係希望同呢個社會嘅感覺息息相關，咁我就用一個叫做即係社會嘅一個危機去交傳本港嘅危機，而希望觀眾入去嘅時候睇到一個共鳴，咁亦都可能由於我係悲傷人嘅故仔寫嘅時候咧，咁每個人可能面對佢一啲社會上面對一啲問題，我就好自然地打咗落去，咁以上想通過。他們的故事反映部分的現實、等等，即是但我自己覺得就是說、每個人有個壓力，但我都 feel 到即是近幾年即是香港那個怨氣越來越深，但是這個炸彈是不是會真的越來越逼到會爆呢？那我們都有即是這些我們有很長時間寫的劇本都覺得是有這個這樣的即是潛在那個危機在那裡，所以我們就想再將這個即係呢個現狀係希望再即係叫做 drama 啲嚟講出嚟，唔該。你可以當係一個預言題都得噶。啊，其實呢啲事係會發生噶，驚唔驚緊？最驚嘅就話嗰啲係啦。如果真係將來有人玩炸彈咧，咁我就賴咗落我哋嗰度。咁其實又唔係嘅，有好多好多年前到都未睇過一部戲，我睇過啦，我俾你年紀大嘛。咁我睇過一部戲係炸字。嗰陣時已經係日本好出名嘅，就叫《盜人者》，就已經係講緊呢啲即係都係炸彈狂徒咁其實都係社會上壓力好多嘢，佢會有一種即係一種壓迫力令到佢會爆炸嘅啫，係無理嘅。基本上我哋都有提過呢個問題如果去到嗰啲位嘅時候，佢可能會如果成日發生會點咧？即係講即係呢啲真係超妙得。但唔係話我哋教佢，佢自然呢啲係你當佢語言嚟睇，其實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當香港冇電腦啊，做呢啲去到某程度上，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就真係
非常之唔好啦，因為暴訴訴諸於暴力唔係我哋嘅希望見到嘅嘢咯。好，我見大家都差不多填完問卷，咁再次多謝兩位抽獎嘅梁斌聰出席我哋珠海開展今日分享會啦。咁而家有請我哋電影學會主席Ivan 致送紀念品俾兩位嘉賓。咁多謝 Ivan 同埋兩位嘉賓啦，麻煩三位稍留步，咁我哋就會將大合照定咁同學可以上嚟一齊影翻張相留念。